往生能不能往生？问得好。如果学佛不能往生，可恶了。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自己。你自己想往生，决定的是。啊，自己把它当成是开玩笑的话，不认真去学习，那就去不了。往生的条件，心愿是。头一个条件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不是假的。佛菩萨不会忘，千万不要错会意思，因为佛菩萨会骗人，那大错就错。第二个方面，我愿意去，那地方太好，为什么不去？真心真愿，这两个条件就够了，就自愿往生，决定得手。